这才是东京嘛。I love bad bitches, that's my fucking problem. 我们现在要去浅草寺穿和服啦，前面那儿有浅草寺，然后很不幸的是我们两个，我跟我的朋友，我跟我的熊猫、yeah. 我们订了两家不一样的店，一个叫浅草浅草本店，还有一个浅草寺店，所以下次要来的话一定要看清楚你们订的那个地址。看一下这边超有感觉的。See you guys later. 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这家店，还蛮美的。这个店反正它的官网还有中文，应该里面有会中文的小哥哥小姐姐吧 ？I hope so. 请问 ，We have a reservation. Reservation? Yes. 我们现在要上楼去拿我们的和服。后面出来的时候不是有结蝴蝶结什么的吗？蝴蝶结中间会露出这个蓝色。哦，是必须选吗？这个不一定，但是你比如说后面的话，你就要选，就要选金色的话，就后面只有金色。但是有一个蓝色，就因为你这边有个蓝色过来嘛，就后面的蝴蝶结里面有些蓝色过来这一种。那 take a picture。你的腰带，你看你选这个金的可以吗？金的。还有这个呢？好像真的好看。This one is better. This one is better. Yeah. Okay. 看这人间富贵花儿。看一下你的这个。你的话也就是这个了。这很配。对，就是很温柔。对啊，这完全就是你啊。两尺袖，两尺袖，更最贵的那个是正袖，对吧？嗯，对，这种。阿迪，你觉得我下面头发是弄成就全部是这种外卷，还是弄成像咱们平时剪头发那种卷？对，就是有两三道卷的那。他应该现在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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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人好多呀，你们去哪边照相嘞？去找庙吧。行。我的颜色在那个镜头上面是不是很浅？现在是很浅，现在就是几乎是没有颜色。太亮了。太亮了。Everybody get your motherfucking roll on. I know shorty and she doesn't want no slow song. Had a man last year, life goes on. Haven't let the thing loose, girl, in so long. You been inside. 现在到浅草寺了。然后现在准备去照相，但是不知道该去哪，因为人太多了。今天穿的是红色的头发。花的，哦，好美哦！
哎，樱花，好小啊。Watch the breakdown.老婆，你干嘛呢？呀，讨厌！我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要死！哎，那边有花。终于把和服脱掉了，穿了，我们花了大概1000多人民币，然后 ，sorry， 然后只穿了不到2个小时，因为实在是。太痛苦了，今天被领至少有14吧，然后我们后来看到中国人就直接跟他说我们是中国人了，但是外国人的话跟他说了 we're Chinese， 他们还是会跟我们拍照。好了，拜，我们要去找吃的了，拜。